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利用你刚刚的旋转电位器哈，可变电阻，然后去让小猫可以做上下的移动。好，我们要做位置的调整嘛哈。那我们先把它的背景先换一下哈，所以你的舞台这边点进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从范例库中选背景，好，请你点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找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一个坐标图，好，点这一个，这个，哎，把它选出来。那选出来之后，你就会看到它的背景会变成一个坐标图，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这个 Y 的高度有180到正180，中间是零。然后 X 是管左右的，左右是可以从负的240到正的240，所以这个是你的舞台的范围，好，请你先把它找出来。好，